是的，Aspergillus Goi 是一种无性丝状类共生真菌，属于霉菌属曲菌属，它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地区，是一种国际分布的常见土壤真菌。众所周知，A. Goi 会寄生多种生物，并在玉米、谷物、潮湿谷物、花生和其他坚果上定植。它也用于从脂质中制造生物柴油，并以其产生食品工业中使用的酶的能力而闻名。